来吧，谁上去拿大砍刀上去？我开玩笑了啊，别真这么做啊，你们啊，接啊，来啊，八位支援啊，来 ，All right。是棒子的开发团队了啊，来走起啊，走起走起。All right, China User Meeting 啊，2019啊。네 안녕하세요 주커스 여러분 신속 개발을 담당하는 예 안녕하세요 지금부터 현재 준비 중인 콘텐츠에 대한 발표를 시작하도록 하겠습니다 친애의 반통진 온라인 자녀분들 大家好我是反统金온라인开发团队的负责人瑞廷奎那么接下来将由我来为大家主持今天的发布会 来走起 발표는 신제스기에 대한 내용과 我这边也尽可能去解说一下吧，哈，这边精英选手的第三季模式，还有就道具，还有就缔造者模式，来，走起。今天的发布会呢，将会围绕下半年的许多重要更新内容来展开，比如说精英选手第三季度的更新与奖励，下半年有哪些模式玩法上的调整，将上线哪些重量级的武器、角色道具，缔造者模式将会带来怎样的惊喜等等。虽然说以上内容还处于开发阶段，可能会发生变更，不过还是希望能让大家看到我们的诚意。처음으로소개드리는내용은새로운시즌에대해서입니다올해초부터시작된시스템이벌써네번째시즌을앞두고있는데요7월에시작되는시즌3에서준비중인사항을간략하게소개해드리도록하겠습니다首先为大家介绍精英悬赏系统的相关更新内容。精英悬赏系统从今年年初开始推出，到今年七月份马上迎来第三个季度了。大家想知道这个季度我们准备了哪些内容吗？我截图的时候呢，手机可能会稍微动一动啊。另外就是我手好累，我手好累，我手真的好累。从第三季度开始，我们加入了一些便捷功能，比如说在游戏里增加信息提示，告知玩家达成下一个等级还需要多少悬赏徽章等，让大家能够更加方便地了解精英悬赏系统的相关信息。네시즌2에서는좀비오리진컨셉을조금다시한번상태를선보였는데요好了，看到了那把小天龙啊，鲨鱼啊，小天龙啊。哎呀，我现在买个支架，买个毛线呢？现在买个支架，真是。在。이번최고등급달성보상으로는샷건의색다른디자인의총기가준비되고있는데요기대해주셔도좋을것같습니다在第二季的精英悬赏中上线了升华狂潮概念的季度限定道具，而第三季我们将会围绕夏日主题推出一系列符合季节设定的限定角色、装饰和武器。而作为本季度的最高等级奖励，我们准备了一把拥有独特设计的散弹枪，请大家独特设计个屌，小天龙就小天龙吧。이번패치업데이트는랜덤을좀비효로모드를시작으로올여름동안카운터스트라이크온라인을즐겁게플레이할수있도록여러가지콘텐츠를준비하고있는데요그콘텐츠들을지금바로소개해드리도록하겠습니다前两天更新的随机规则生化英雄模式，大家还喜欢吗？那么这个暑期我们将会在模式的玩法上准备许多有趣的内容。下面让我为大家介绍吧。我操！기존에제공되고있는온모드들의업데이트작업을집중으로진행중인데요이번에는오리지널베이징모드를위한콘텐츠화기능을준비하고있습니다오리지널베이징모드를즐기는유저분들의의견을참고하여현상을개선하려고대회롤에서제한되었던방설정옵션및전후방기능이추가되어다양한설정의각종한대회모드를즐길수있게되었습니다그리고업데이트에맞춰신규맵인알칸트라즈가선보일예정입니다我们一直在对经典模式进行着持续的更新优化，那么
这一次我们为竞技模式休闲竞技模式的玩家准备了全新的更新功能和内容。根据玩家对于竞技模式休闲竞技模式的反馈，我们也修改了比赛模式中的一些设置跟前后场的功能，为大家可以在更加公平的比赛设定下体验游戏。另外，新地图恶魔岛即将要推出了，敬请期待。 다음으로 준비해 모든 시즌 업데이트입니다. 카운터스트라이크 온라인에서 가장 인기 있는 종류 히어로미. 好了，来了新的变异，新的勋章，然后平衡性的改善。我操！我操！生化终于要搞了。等等，让我先那什么，让我等我一会儿，让我先休息一下我的手啊。下面介绍生化模式方面更新，生化英雄和生化自己都是本土经营online中最受大家喜爱的模式。 那么为了让大家有更好的游戏体验，我们将持续对生化玩法进行更新。我们正计划为生化 Z 添加更多新的便利技能，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体验。我们准备了新的生化模式专用勋章，当然，我说真的，真的是累死我呀！这次真的是累死我呀！也在持续进行中。네 새롭게 선보이는 신규 모드 파트 모드를 소개합니다. 오리지널 통파 미션을 베이스로 하는 신규 모드로 妈的，跟我的 NPC 伙伴一起协力战斗，去的大爷的！啊，刚，다른游戏를가지고있는AI파트너를플레이어링취하게맞게선택하고설정이가능하며게임중라디오메시지를통해공격지역번호플레이어업무혹은설치와해체같은행동할수있도록AI파트너에게명령을내릴수있습니다.다수의플레이어가각각자신의파트너플레이스와함께 一个人玩游戏时常会感到寂寞吗？我们在竞技爆破模式中加入了一个全新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玩家可以把自己仓库中的角色选作 AI 伙伴，并且带领伙伴们一同协同作战。AI 伙伴们也可以根据玩家的喜好来自行设定，每个 AI 伙伴都有不同的能力。 游戏过程中可以通过电台信息向 AI 伙伴下达命令，让他们采取攻击区域防御、掩护安装炸弹以及拆除炸弹的操作，让我们与游戏中的角色成为伙伴，共同战斗吧。去他大爷的！介绍完模式相关的内容，喵了咪的说白了就是工具人模式。推出的各种游戏内的新道具。 이번에 소개해드릴 초급 클래스는 유저분들의 요청을 참고하는 제작되었습니다. 일상 속의 모습을 숨기고 평범하게 사는 소년들이 평화를 위협하는 비비가 다가올 때 과거의 힘으로 아우소녀로 변신하여 사람과 공부를 수행한다는 설정을 가진 클래스입니다. 라이로 쌍스오. 과 풀하고 버튼 타입 두 종의 클래스를 준비되고 있으며 역시 전용 보이스와 특수 게임들이 제공될 예정이므로 많은 기대 부탁드립니다. 自从2018年全球盛典举办之后，我们收到了很多玩家的建议，其中一个有趣的想法引起了我们的注意。玩家呢，希望我们可以推出可爱的魔法少女作为新角色。那么，在经过再三考虑之后，我们决定满足玩家们的愿望。 魔法少女平时拥有着各种各样的身份，隐藏在普通人中，过着平凡的生活。而当世界面临危机的时候，她们将挺身而出，通过神秘的魔能力量变身为魔法少女，守护爱与正义。那么这一次推出的两位新角色，她分别拥有着活泼可爱 和潇洒帅气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每个角色呢都专属配音和特殊的战斗能力，我相信大家一定会喜欢他们的。估计真的来花翎了。好了，真的要出魔法杖了。你智障吗你？ 真的来了，稀有配件武器，我操！来了，超威棒子啊，真的超威棒子啊！魔法少女特地里要出来了，估计花翎真的会配音，我猜真的花翎可能会要配音了。
花铃真的要配音了，我觉得。继猎杀者系列之后，我们将推出新的稀有配件武器。在设计概念上，这是为魔法少女量身打造的特殊武器，拥有着华丽的攻击特效。让我们一起用爱来填满战场吧！魔丹系列武器拥有着非常特殊的攻击效果，目前正在对武器性能进行各方面的功能测试。详细内容请大家多多关注之后的公开信息。不过在这里可以提前告诉大家的是，新超凡角色在使用这把武器时会有专属的互动语音哦。哦，哇哦，九幺哦，这把东西看的好像九幺幺啊。新的霸主故乡来了。정밀함과강력한두가지의강점을가진총알입니다화려하고매력적인외형도가지고있는데요총기의모드에따라외형도멋지게변하도록디자인되었습니다기능적성능적외형적장점을골고可能是 F2000 或者说什么，我觉得也有可能是 F2000。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武器，你们一定会喜欢。这是一款具有强大功能，可以同时锁定多个目标的主级步枪。它不光有极高的精准度，还拥有着强大的功能性。它的智能瞄准系统可以帮玩家来锁定想要攻击的敌方部位，并且造成大量伤害。我们对这把武器的外形也进行了精心的设计，让它看起来华丽而富有魅力，希望可以让大家喜欢。我操，这不就是等同于金？네마지막아이템최초로성공한전자부기계열피부기그래도로봇을소개합니다替身攻击来了！替身攻击来了！接下来，请恕我荣幸的宣布，在座各位将会是全球第一批见到反恐精英 Online 第一把传奇级近战武器《星际仲裁》真面目的玩家。接下来，请大家观看《星际仲裁》开发团队的采访视频，请看大屏幕。我操！没办法，我这边布光有点高啊，这边各位将就着看吧。没办法，我这边布光有点高。我操！替身使者要来了，前所未有的替身使者，满足召唤条件情况下。Thank you.
七月份就上了。七月份就上了星际仲裁。네마지막으로단체로홍대형열거리를직접제작하고즐길수있는출연본도업데이트내용을소개합니다最后我们将带来缔造者模式相关的更新内容。네오리지널모드는카운터스트라이크를대표하는모드임에도스튜디오모드에서는지원하지않고있었는데요이번여름업데이트에서오리지널과베이징모드멤버스튜디오로만들고즐길수있게됩니다히포블럭캐릭터미어블럭등새롭게추가되는블럭을활용해요다양한오리지널및베이징모드벨을만들어즐겨보시기바랍니다竞技模式是反恐精英 Online 的经典模式之一。我们计划在今年的暑期，在缔造者中添加竞技模式、休闲竞技模式。我们新添加了 Z 4方块、角色领域方块等，令大家可以更加方便、更加快捷地创作出更多优秀的竞技、休闲竞技模式的原创地图。플레이시간이긴맵이나아이템을모으고성장하는맵을플레이하고게임을조교할때지금까지플레이했던기록이사라져아쉬워하시는분들이많으셨는데요지금플레이한상황을기록하고저장한시점부터不然你们想想那边他有个盾呢，他召唤那个东西，我还有个盾的话，这个盾不知道怎么回事儿，这真的不好说。我没有，我带不了录像，带不了。此前玩家们在玩需要很长时间或者偏手机类的缔造者地图时，常常会为无法存档而感到遗憾。因此我们这一次特别在游戏内增加了存档功能，当你存档后退出并且再次进入这张地图时，将可以从存档的地方开始游戏。存档功能开放后也期待各位缔造者。哇，存档真的，哇，这个功能好啊，这个功能好，存档功能真的好啊。我操，居然出了。마지막으로튜디오모드에서새롭게등장하는신규모드숨바꼭질모드를소개합니다숨바꼭질은선풀팀과수뇌팀으로나뉘어져好了，真的来了，真的来了，那个捉迷藏，捉迷藏，捉迷藏。찾아내는신규모드입니다숨바꼭질신규모드는스튜디오에서제공되어유저분들이직접맵을만들고함께즐길수있는모드입니다모두소개영상을보시도록하겠습니다而发布会的最后呢，我将会为大家带来一个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更新内容——欢乐的缔造者捉迷藏模式。变成各种物品藏在地图各处的物品玩家，将与努力寻找他们的人类玩家展开激烈的较量。究竟是找的人更厉害，还是藏的人更聪明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大家可以在缔造者中自由的创作。我这边布光比较高，没办法，我这边布光太高了。如果可以的话，我去就找一下那个原的 PPT 来做视频会比较好。与众不同的战斗享受。下面请大家来看一段视频，更加深入的了解这个模式。来了，来了，来了，来了。等一下，我也没办法，他那个布光太高了，我布光太高了。每局开始前，都想给人类玩家一些时间来观察本局地图的场景变化。
能不能找出物体玩家，就看你的记忆力和观察力了。为确保绝大多数玩家的游戏体验，缔造者终于藏宝室中，所有玩家没办法，我这边的话没办法。我先说一下，没办法。曝光，我那个曝光太高了，曝光太高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他的那个，可能是他的那个啥的问题吧。游戏外开黑客厅。好了，那个曝光太高，没办法，我也没办法。自己这个米八这个手机的话，大概就这样。拍这些屏幕的时候的话，它的那个，它那个画质问题是吧？那个就没办法了。所以说，哎。本次发布会曝光内容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希望今年的暑期版本大家会喜欢。在游戏中曝光还曝光啊，曝光吧，对，我没对认识长牛布康，曝光我没，那我没说错啊，希望舞台中间那我没说错啊。那么既然这次我